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记。大家看，现在天空啊，乌云密布了哦。这是台风来临之前的安静啊。大家看看，我南苑这边遮阳网几乎已经收起来了，然后多漏人淋雨的。哦，就让它放在台子上，让它淋雨了，因为那边你也放不下，然后都搬过去，这个架子也不安全，有压子，架子要有重量，然后这些架子就要看它台风天气了哦，厉害不厉害的？我也不懂这个经受得住吗？比如说。可以呀、啊，然后这几个要搬下来，差不多的时候晚上就要解除这几盆哦，这几盆超出那个栏杆上面，要搬放在地下就可以了，或者搬到架子上。来看看，来看，这时候我家站在楼顶。每次台风来都是这边，就是入海口这边，先乌云滚滚啊，乌云密布，然后台风慢慢靠近我们省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湖州沿海的时候，它就会来风，风大雨大，要看台风这个台风威力大不大。如果大，楼顶就是，哦，这些树啊，我就会呼呼的吹，啊，有的树都吹得东倒西歪。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来之前的情况哦，还有杨姐家楼顶多漏是怎么安排的。首先要撤掉遮阳网，这个是必须的，或者遮一棚。这都是必须的哦，嗯，不能淋雨的多漏，你感觉哎呀，多漏很好的，啊、嗯，很宝贝的，啊，就搬到里面去，懂不懂？啊，哎，你小心，这几盆搬下来，我叫姐夫搬了，搬这几盆搬到这个架子上，还是搬到地上？那几盆摆缝。还是先搬，如果半夜来风你怎么办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先放在这里。有的说姐夫很好，我们俩公婆在家，他不住我住，是不是？那个搬还要搬，还是要做好工作啊、哦、不要掉以轻心。这后面还没发现。还晒干了一根啊，哦，这也太厉害了哦！哎呦，搬下来才发现又晒干了，朝外面晒干了一个杆，这个壁刀啊！哎呀，今年哦有点长哦，啊就是气温太高了，哎呦，那三块板也要搬走，啊就这样子咯，就在这边。搬，哇！这大白凤，大白凤不能被什么东西砸了，一定要换安全的地方啊！要搬，要搬走。这个架子会稳固吗？这个会掀起来的，啊。没什么，这些要搬吗？这个好的，等一下被吹断了。这边风很大，嗯，这个这样子又不会吹的，不如我们搬这里空地，是不是？这样更安全啊！你那个板子等一下要拿走哦，嗯。就是说高处的多漏你要搬下来哦，
这些山这没都干了，你还想等着雨淋雨啊？都乱了，你看，一没浇水它就乱了。几乎就等着台风雨，台风雨，台风雨，有的没到不浇水，你看一边都乱了。这种山这没也是很辛苦，它这种小雨没用，昨天还下大雨了，它还是偏干，你看看。这几盆也要搬下来，等一下，有今晚之前都要搬下来，你不能半夜上来，半夜上来，天黑黑的也做不了事情。嗯，来看看台风来临之前哦，给大家感悟一下，我楼顶很多人说不安全，安全安全哦，我们做好防护工作就可以了。这个遮阳伞几乎也不拆，我就是让它赶紧拆下去。好，现在它已经拆下去了，因为我这里都放着我多肉，如果那个遮阳伞丢下来，啊，多肉等一下都砸了，可惜了。大家看看，有一些比较好的多肉，我就放到这个桌子上面了。啊，像那个琼斯也没有很多了，预备冬泳搬一盆进来。其他的也没什么了，那个就放在这个茶桌上面。现在这边就是这一盆啊，这一盆下面几乎那个遮阳网没有拆，然后外面就剩下薄薄的一层了，基本没什么威胁。嗯，就剩下那个薄薄的只有几针的遮阳网了，也过去看一下哦。哦哟，几乎都搬了，也不要说我，他都搬下来了。你看，高的，比较高的，他都搬下来了。嗯，因为你晚上再上来搬不可能。哦，这边矮的基本没事，去年都经受过了。去年那个杜苏芮风力很强啊，啊，不知道今年这个怎么样。还有这盆几乎还没搬，几乎这高的都搬下来了，就腿比较细的，这个底座比较细的，都要给它搬。嗯，底座了，这种底座很细的，就要搬下来哦。我们放在这里面，确实啊，今天太热，这时候看多肉看过去哦，真的没什么。状态颜色真的都难看了，不懂秋天的时候会怎么样哦。大家都说啊难看难看，夏天多肉就是这样。真的，你看看我那边，在那边南远看就是乌云密布，等下应该有大暴雨哦。今晚不下，半夜可能就会下大暴雨的。啊，去年拍这个碧桃也是忘在这里，今年看这一盆碧桃哦，就这样子了。太热了，所以说可能台风还会缓解一下哦，让它雨水淋一下，吸饱水，再让它生长一下，哦，可能就会好看多了。你看我家多肉都是这样子。就是温度太高了，温度太高了，你看，再看看，你看丝绸面纱都晒焦了，应该这比较皮实的东西，对吧？嗯，密密麻麻的啊，都是多肉，多肉王国啊！我家楼顶真真切切的哦，今年可以说是多肉王国，不是我买这么多哦，主要就是。收了两个，一个楼顶，一个阳台的多肉，所以多肉看起来比较多了哦。很大的时候啊，这两盆会不会是？我觉得这几盆要搬下来。啊，没事了。这重的呀，搬下来这个小盆的。哦，我就怕它吹倒了，完蛋，断了。我们因为这里是风口啊，当然了，我觉得你不要开玩笑，
要不这个搬到那边去，我觉得搬这里哟、哦、比较安全喽。搬这里呀、啊，我们是不是？我们何必让它出现问题？好的，搬，我们去搬了啊、哦。好，把这个桌子搬到这里哦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哦。因为我这里是一个风口，这里是一个风口哦，这里给大家整理清楚，就把那个椅子会吹，椅子肯定会吹倒，那个摇摇椅啊，会的吧？你看的吧？你不听我的，摇摇椅吹到我桌楼上面去，等一下抬走。啊，现在有点雨下来，你看大家看看。这个就是台风雨的，这时候先来雨哦，外围影响的雨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看看哦，台风来临之前的我家楼顶的情况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